好的，今天是8月14号，也是我们这个台服改版这把红宝石之星的一个时间。那今天就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是更新了什么内容，就大概简略的介绍一下。哦，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徽章活动，徽章大放送的活动。只要达成这些条件，就是在僵尸自己模式感染人类三次，跟躲猫猫模式击杀物品三次，就可以拿到30个徽章，那每天都可以一次，所以从14号到28号来说，会有15天。15天的时间呢，你都有达成，那你的计票就是会整整升了9等，哦，算很多啊，非常多。那再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闪耀的红宝石之星的一个保底活动，哦，那这边我是已经保底了。这个的话很简单，一个 S 姐加6点，然后一个 A 姐加1点。达到60点之后就是保底，然后直接送你一把红宝石之星，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这个几率呢，我觉得他说的10倍啊，不一定真的就是10倍啊，我自己是觉得脸黑的就是脸黑啦。看保底有没有看到，我抽两次账号都保底，然后那些影片待会会放在后面给大家看，那是我刚开服然后我进来抽的时候。对，那现在这个更新影片是我另外之后再录进来放的。再来就是这个徽章收集活动，这个算是对前面有在收集徽章的人来说，算是一个你基本上不用去解，你登录你就会有的福利。像我现在35等嘛，然后35等的那个机票，我是已经直接把它给拿满了，我是已经直接把这一整排的奖励拿满了。这里的话红利加起来有30600，哦，我觉得算蛮多的啦。那除了红宝石之星跟一些活动以外，他在创世者也有新增了一些模式，哦，一个是一般，一个是悠游，那以及一些素材部分。这些素材在上次，应该说昨天的影片有稍微介绍过，不过昨天的不是介绍的非常详细啦，因为是韩服嘛，所以自然而然翻译上就会有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再重新稍微看一下，上面是购买范围大小，下面是购买时间，然后这里是队伍，基本上我猜的都没错啦，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不一样，就像是这个可使用提醒，我之前还以为它是把整张地图就是那一个部分你放炸弹的那个区域全部炸掉，我以为是这样，反正就这样。对，安装范围大小，伤害范围大小，然后跟伤害、爆炸倒数，还有队伍，大概就是这样。哦，对，还有一张地图，那张地图叫做恶魔岛。好，恶魔岛在这边。这张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多适合僵尸自己玩，我觉得就这样而已吧。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可能是我不会玩，但我真的觉得那是一张粪土，好不好？打僵尸自己，我觉得是一张粪土。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我们的这个抽解码时间啊，来吧，直接开抽。10000红利，8000红利，6000红利，4000，这是什么东西啦，一直给我红利耶，因为我之前收集的那个吗？哦，没差啦，反正我一定会有这些东西，我是高手，高手都会有。来，直接开抽，先从 A 姐开始抽起，10个，一抽入魂，快点，没中啊！一抽入魂，一抽入魂，来，烂，怎么都没有啊？来，怎么连一个都没有？红色的呢 ？A 姐几率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我不想保底，你这个断麦仔没抽到啊，我们单抽，后面都单抽。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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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罕了，你要不要帮我抽啦？等一下妹，我现在为什么啊，再抽了，我40几个全部都共估耶，你真的很烂，为什么啊？ S 姐抽下去了啦， S 姐两抽给他下去了，两个红色的，等一下，两个红色的，
两把，垃圾吧，都没有用啊。保底下去。我现在57啊，我找 A 姐，我拿 A 姐出来，我就保底。三个 A 姐就好。感谢秋落风水，这是以前送的，我把它存到现在，终于有用了。我都是他送的，他是土豪，我们三个直接下去拿保底。他保底，送了保底。中了500红。哎、欸，啊，有了。我当初应该把一个六阶部件留下来的，真的是把它装到 KM 上面了，太可恶了。等下次黑市再搜一下那个六阶的，直接给它插上去，赞。插上去，插满。我才不要插你。插死插满。500红利券好多张哦，红利直接用喷的，魔法少女专属配音，十抽必中。这什么啦？太小了，十抽必中，真的？对啊，十抽 S 保底吧？对，我也吃保底啊！我把我的所有解码器都抽掉了，现在要干嘛？你帮我抽东西啊？哎、啊，好啊，哎，我看一下冲进去了没有，等我一下。不用看了，那个点一下确认就冲进去了。我没买哦。哦，你很垃圾。你充了没？充了，我现在买哦，等一下。好了，买好了。Tony哥，账密拿来。哦，你自己去赖找哦。哦。真的是很垃圾，你的赖在哪里？你又没有在密我，他就不见了。啊，有在密你哦，昨天中午在密你哦。啊，有吗？啊，自己按开了直播。啊，你被刷下去了没？你不刷下去了？我昨天才密你。这么忙的吗？K A， 哎，怎么了？你为什么念出来了？你不讲，没有人会知道好吗？好了，能自己自弄，把活动 A 姐抽一下吗？好了，啊，就你话最多了。对啊，全部都给他点掉就对了。哎呦，我那个留言有1000多个赞，我很屌。你怎么有那么多活动姐啊？我全部帮你抽掉好不好？刚领的呀。你是不是那个？啊，那我抽掉了。VIP 嘛，无限没。我抽掉了。直接给他点掉就对了。抽掉啊！反正不是点掉。抽掉。对啊，对啊。对啊，点掉。反正他也抽不到什么东西嘛。对啊。反正什么东西都有哦，不需要。好。有钱人。别给他抽到500红利哦。有啦啊，就几张而已。其他都垃圾，太多张了啦，太多了啦。欸，不是做一张就好了吗？你买60个 A 姐是不是？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抽了。直接保底，直接保底。没有声音，真的觉得不是很 OK 啊。来挑个声音，直接保底哦。轻轻松松啊。第一次十连抽没中。可能看那个直接点就对了。第二次十连抽还是没中。第三次总该中了吧？还是没中？没有。吃保底。别人抽走了，别人抽了，你要抽多少？没关系，抽啊！干，点到一抽了。来，没事。你都中500红利耶，你永远都没有，你永远抽不到哎。抽到了，哎、欸。有了，中了。有了。你知道吗？这是保底，刚好保底，所以你有2把。要两把干嘛？帮我把系列抽一下。啊？系列解码也抽一下。你真的是你不会留起来是不是？他不缺，他没有，这样就点了。你留起来之后，你以后可以，假设你要转红利，你就很方便。你如果没有那把枪，你就抽一下。我都这样，你现在抽掉就没了。缺没？哦，真的是。你什么不缺没？我看一下，我先买就好了。他在那边给你那边。你整排都是500红利，氪金大佬。厉害哦！看一下，2把红宝石之心，就很奇怪，硬要加闪耀的，很智障。闪耀比较好听啊，干屁，比较娘炮一点，这次比较平一点。